旭哥会更适合他。对，我觉得他的选择也是。别踩了，走了，复活，先出来再说，先出来，由于特殊原因，我刚刚已经准备酝酿好情绪，没，你不用，你可以收回去了。还是挺抱歉，真的。你要干嘛？就是我可能不能再接下去录制。三个，我们是三个人了就。对。那我们没有人再过来。那具体的就不知道了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把妮娜叫回来吗？就把万里达追回来。如果能的话，那太好了。就是是这样子的，的确是因为艾斯的离开，会让你们变成一个三人战队。嗯。根据赛制的规则，你们获得了本场的第二名，你们是可以变成一个四人战队。哦，我很认真啊，摄像机在这，我也不开玩笑。本来从开始三月份就要录制的节目，但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延到了五六月份，所以导致现在接下来跟我后面安排的说可以工作撞时间了，所以呢，我很遗憾的跟大家就是说我只能走到这里。所以再加上节目组的通情达理啊，我们要补强，对，我们要补强。那我这个比赛 EP 又可以不发了，就是说要把它留在比赛上用。我觉得这是 OK 的，对，那就记住我们的 slogan 了。好，欢迎妮娜加入成功之父，哎，我忘记睡成功之父，好感人哦。嗯。我只是假装坚强。哎呀，因为艾斯跟我说，啊，他说我值得。我觉得这是 OK 的。这句话很让我感。我是一个不会因为失败和很巨大的痛苦流眼泪的人，我是经常因为感动就会让我觉得哦，我有人爱我。真的是幸运的笨蛋，不能哭。我是很坚强的女性，我不会辜负艾斯换我的这个机会。Love you guys， 谢谢你们。